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呀，他停这儿没啥事吧？应该不当害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这谁的大轿子这么好呢？哎，鼓捣鼓捣。哎呀，这家伙，这车大新车呀，这是。哎呀妈，门都没锁呀！哎呦我的妈，这车真挺好，这啥牌？圈哈牌的这是？哎呀，挺好啊。 这钥匙门搁哪呢？这个正着火开一圈。哎呀，那车里咋还有个人呢？哎呦喂！哎呀妈呀，撞死我了！哎呀，行了，你撞死了！哎呦妈呀！哎呀，你撞死我了你！哎呦妈，咋开车呀？哎呀，不是，那啥大姐呀，哎呦，我这车没动弹呢。你动没动弹？说撞着我了。那啥呢？ 这上医院呢？上医院检查人，我往桥牌子给我花的。我这也没想地就非要这趟。你给我赔3000块钱得了。哎我的妈，大姐，我哪有那些钱呢？玉兰，你就我就这现在我身上穿的这衣服，我这不那我都租来的都是。哎呦我的妈，你租来能开这好车？我跟你说，你上哪起啊？我哪给报警了？得有话好好说呗，你报那玩意儿干啥呢？说不好，你商量商量啊。 1000的，那行，你看你是转账还是现金呢？转账吧，那就没揣现金，风太大怕丢。哎，你瞅瞅，我买100斤羊剌的钱都给你。那行了，那啥，你上楼走吧。哎呀，没事吧？没事，走吧。哎呀，还行，搭1000块钱整个车，哎呀，不错。 你咋又回来了呢，大姐啊？不是你干啥呢？还不走呢？我着，我就钥匙门没有着我。哎呀妈呀！你等一会儿我没走，我跟你说，我全修车了，给你看看呗。你还会修车呢？啊！啊，多才多艺呀！你整吧。来，好嘞。哎呀，大姐，这真行啊！哎呀，这咱说这100斤羊剌子，轰的大汽车都给定好。快点的啊！呀，着了！ 咋了哥？我说你这整着火了，你下来我开走啊！我下去干啥去？你这把我整着了，你就下来吧，我就开家去了就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就我整着你能开走是咋的呀？你有钥匙吗你？你开走啊！你瞧不起谁呢？我这一大串子钥匙呢，这个。那钥匙好使啊！我说车钥匙，车钥匙，我的车，小样，还敢偷老娘车，真不要脸！哎，这你这事干的太磕碜了，啥玩意儿？